看到这四个字，我瞬间崩溃啊！加油站关门了，兄弟们，100多公里啊，四个服务区啊，没有一个有油的。前面一个油泵坏了，这个在修业整顿，前面那两个是停车区，你们叫我怎么办？给你们看一下，我的车现在可以行驶里程是21公里，看一下这个油表，一点油都没有了啊。然后看一下，还有26.7公里才能到下一个服务区，你们现在叫我怎么办？四个服务区没有油，我车那时候还能跑100多，差不多200公里，一直坚持到了这个地方，还是加不到油。来新疆的第一天呢，兄弟们，而且新疆加油特别麻烦，你想去拿桶去接油啊，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那是不可能的啊，你想带走那是不可能的。我现在怎么办呢？现在在这个叫什么？小杜，你好，我们现在在什么服务区？下个服务区北大泉湾停车区，距离你26.7公里。啊，这个地方好像是叫骆驼子，什么服务区啊？小杜，你好，我们现在在什么位置？当前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仪州区连霍高速公路骆驼圈子服务区西北。下次试试对我。骆驼圈子服务区，兄弟们啊，现在是不知道怎么搞了，你们说现在我怎么办？100多公里吧，加不到油啊，差不多200公里的这个油表啊，走到现在只剩20公里了。哎，我现在赶紧熄火啊！哎，我操，我要是那是啊，烦死了，兄弟们，现在是不知道怎么搞，你们给我想个办法，叫我支个招啊！